大家好，我是东宝啊。很多朋友说那个野李子凉拌好吃，今天晚上我们尝试一下，一直不敢尝试啊，因为它我们这个野李子有点苦，有点酸啊。我刚才去上面看了一下啊，已经红了很多了，基本上都要快掉了啊。我们摘点去。就这颗啊，野李子，结麻的啊。等会儿我妈勾下来一只，让她看看啊。什么叫结麻的？哦，给大家看看啊，看一下啊，什么叫结麻的野李子啊？你妈妈的，你看这野李子这个产量高不高？软的，高粱麦还好几米。它是再软的。大家从这个角度看看，这个结不结？我可以说，没有任何一种自己种的李子有这么结的，这个还不算结啊。太多了，就不知道这个味儿什么味儿了啊！凉拌起来都红了，开始红了。蓝的，再红一朵蓝的。你然后，不要看它红了啊，其实也是贼酸贼苦。啊，好吃的。啊。带点好吃的。好吃的。我一会儿过路吃口好吃的。刚刚贵了的。那点好吃的，你不相信？你有些说。说那个马蜂叮了，这个红的我试一下，我妈说好吃了，基本上都这个颜色了。试一下这东西，一看就一口水啊，哎呀，真的没那么酸的，可能是太阳太大了吧，晒得很熟了嘛，晒得不酸了，真的都没什么苦味了啊，没苦味了，酸也没那么酸。往中间吃还是酸，离那个河越近啊越酸，没苦味啊。哎，咋死，漂亮是漂亮啊，大家看起来应该是很爱人呀。一些男的一些大家再看看这边，更多，只是这么一只啊，这一整棵树应该栽个100-100+啊，应该是毫无问题的啊。我给你试试啊，就用它做凉拌野李子啊。很多朋友说好吃啊，今天就尝尝。这种太小了，我们就不自己当水果吃了，都是找那种又大又黄那种当水果吃。就是这种啊，要是我们不摘，好像也没人摘它的啊。我估计给猪都不吃这个。再给你们看一只啊，随便看一只，不多啊。大家看看，下面是不是密密麻麻的？都结麻的啊，上面啊，全是的啊，一整棵树啊，基本上都没有闲的地方。没李子了，你们狗粮完全好吃的。这个确实和那个梅李有点像，圆圆的啊。我觉得梅李好吃，看看这个味道大师啊。这个好像随便一摘就是一手，密度过高啊，所有都是小个，但也不是它小个，天生的这个是。挺多了。看看啊，乖挺乖的啊，和那个梅李很像啊。好，这摘这一只啊，够了。慢，我觉得要做那个什么凉拌的，应该轻点好一些。红的有点软了，不好拍啊。好，完工啊，几分钟时间啊，就5分钟时间摘这么一篮子，大家看一下，野李子啊，和那个梅李确实像，圆圆的，它也是这么红，也是脆脆的，但是它那个这个呢，就是酸。苦啊，我们今天搞这么一篮子啊，我们回去试试啊，搞那个凉拌李子啊，看看是不是像大家说的啊好吃啊。好，过来，好，我们先回去啊。啥前面吃的啊？啥前面吃的？我今天估计好吃的。啊，今天苦。这样那么没苦的哦。老等你。别干了。
酸。啊，有一次感觉酸。先铺咱铺米铺只刮粉，以后就点的。嗯，等太阳小点点高哈，试一下。给你，切完了。这玩意儿也好吃啊，这刚才就是。你看看好不好吃？嗯，谢。只是现在没那个苦味了啊，可吃度还挺高。要是有那个苦味，没法吃。应该这种绿色的好一些，硬一些，拍起来好一些。那红色里面的肉已经开始有点绵那种感觉啊。不知道怎么样，你也是吃不消了。海蛎子看。不知道什么味啊，过瘾啊。它拍出的全是酸水啊，我的妈。啊，这些都是你拿出菜的。今儿炒好菜，快来。不客气。把你鼻子点上。就是。梁博士。就是这菜价咋实行啊？你是哪一人？啊。啊。跟你的鼻子点少。鼻子。我拍出那些全是酸水，醋都不用放啊。你看东边我捞好菜啊。你们喊你妈也捞啊，我娃记得，因为你喊你妈带给他去，谁捞去啊？东边。先试试啊，这个怕不滑浪费了啊。你俩。确定。好，要有家哦，生车。不是生车啊。有。够的，你都搞这么多的。有没？鸡精。有没？够点。好，可以。好。小粉丝啊，我的粉丝啊。好，可以了。这个不用放醋的啊。我这个不用放试一口了，见过啥子？见过啥子？赶快去闻一下，闻一下，见过试一下了，妈给我见过啥子？赶快去见过。啊，够。见过。你们俺们过了。快吃个。是我什么行业样子？酸啊！酸是苦啊！生抽加玻璃吧。酸啊！酸后面，酸后面。我觉得好像是生抽加多了。嗯，对，生抽加多了。辣椒。炒点那个辣椒啊，这么炒辣椒香一些。好生看，好生学啊！老朱，你把炒菜去。当大肉去啊！哎，老汉喂，当大肉啊！你不要给你爸给你妈炒啊！哎，爸给你炒菜的，我读书的，炒菜的。耶。要的是油辣椒啊，这边搞一瓶有点香一些啊。哎呀，我的好耶，香香的啊。搅拌一下啊，应该就不会那么怪了，对不对啊？小心。好辣呀，不辣。不辣呀。试一下。表现好些的，你叫先么表现的？刚才俺，还是搞不定，还是要泡一会儿啊，要泡一阵子，泡个半个小时吧。好，高野欢啊，哎呀，这个野李子啊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啊，试一下啊。我先试个辣子。酸面没酸，我是不喜欢那生抽味道。哎，试一下啊！哎呀，野李子，你要卖野李子啊！我是吃过好的回去。嗯。哎，生抽的味道不好闻。哎，你要上头的很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咋说？泡沫肉吃。小泡泡吃。泡沫肉也好吃。这辣子好吃。也好吃，拿辣子就行。我喜欢辣子。你辣子炸的好。嗯。我就是没过的。哎，那我更好吃的。站出来！哎，这味道就是奇怪嘞。又酸又苦又辣又……哎，它面还是个生抽味道。搞不那么多味道。你换点醋去嘛，好吃。
啊，上头的很。你好好。再试一个啊。我是外边送粉啊。来。嗯。好吃吗？这个嘴里吸的也好，按照你妈咪，妈咪嘴上狠的，拿来引起也上头。干米泡好，你们说你这结婚也好吃些，我操。嗯。哎，王胖子。你哭我笑死了。嗯。但是辣椒啊是上头，那个辣椒是好吃。你们没扒错了啊？你三姊妹你烧火没扒错就是的。那你们有没有水洗的那种好吃？这辣椒它是有酸味啊，能泡的非常香。嗯，本来就应该多根辣椒。买来都可以直接当醋，那炒什么菜把嘴吸把汁儿打出来，直接用来水。哎，有苦有酸吗？没苦。那没苦了，真没苦了。哎，你是没苦，它就是酸。是的，要注意难点。嗯。我把肉，我来把盘放肉燥，我们吃苦的酸，肉燥专门的好吃。要大块点往里才好吃。没事也好吃，我来把倒点黄瓜汤。黄瓜没有。这个啊。我一。酸梨子那个酸水。我十年吃不厌鼻。把辣椒泡下来，真的香。嗯，好香。那就把下你吃炸鞭丝嘛。你泡辣子真的香。哎，天然的果醋。就是这个汤也有点酸了。再尝试一口，真没嘴咸。你吃啥泡的？啊？你吃泡的？身体又开始晃动了。生抽爽了，咋说？那叫怎么说呀？一道比较不靠谱的菜啊，就是没靠谱。不行，这真的可以当果醋啊，好香，那就是酸。你来。嗯。他没放了，没放了，你给我进来。你们这个要进来搞了没？大辣汤，这里来，你给我来过来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上头啊！加油，加油！酸的过瘾啊！好，我们这次就到这里，拜拜。